会喜欢吗？我现在好紧张啊。没事，放心吧。我给你做主，他娶不了她，他肯定指定是。爸，这是我女朋友丽丽。叔叔好。丞相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管我为啥在这儿呢？你为啥能喜欢他不喜欢我呢？为啥？来，我让你看看啊。哎呀，好疼，二平，真讨厌。现在知道我为啥不喜欢你了，那我还是觉得秦琴好。他这脾气，你以后你们结了婚不受欺负，还是秦琴好。我还是觉得丽丽好。今天给你两个选择，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。你瞅瞅，他都不要他儿子了，还不赶紧走，不识相。丽丽，那个叔，我去送送丽丽啊。儿子，你看秦琴多有礼貌，多懂事儿。我太难了。我告你啊，傻狐狸精！你再勾引二平，你看我不打断你的腿！哼，跟我抢，别弄了点儿。